三月每周三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生命旅程。都没当听，来，我给你爱。女人是不是一定要有个男人才有依靠？我们是好姐妹呢。嗯。杨贵妹、喜祥、亮哲、爱神卡拉 OK。旺福，你以前画的超像小台皮带。所有的记忆都隐含着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不知道阿公有一天会不会忘记我们？失智症，您说阿公哦。再见夏天。有礼貌啊你啊！都说老爸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，但这情人有点痞。包伟平、潘慧茹，痞子老情人。无人比你更告资格，这段位。一场婚事让两对离了婚的夫妻又有了交集。你包租给，要找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。蔡振南、马如龙，谁来做大位？三月每周三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不一样的人生影展。